现在为各位介绍的这个商品是后续者有开孔的边柱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全貌，加大的底座，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，它很好提，这个是新进站进站 GTR， 然后BWS 车系等等都可以通用的款式哦，它这个是有开孔的款式，那么这边看侧面更清楚哦。然后颜色的话有总共有十种颜色，几乎就是市面上哦，当然常见的一些蓝色、钛色、银色、黑色、红色、橘色、紫色、绿色、灰色、古铜，还有几乎所有想到的颜色通通都有，然后麦可仓库机车精品，所有颜色我们全部都有现货供应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好，它的外貌，然后后续制造的，然后搭配那个白铁镀钛的边柱弹簧。好，那在此为各位介绍后续的边柱开孔款。好，谢谢各位。